我明天生物老师要考我一个试，考什么呢？他要考我很多动物的叫声。你是说例如你讲话吗？什么？你是说例如你在讲话吗？对啊，怎样？好啦，那我出一些题目给你听，给你好不好？好，赶快。好啦，那你知道狗狗的叫声吗？狗叫，没。没有错，就是没。好了，算你厉害。好了，我再考你。好。你知道猫怎么叫吗？猫就汪汪叫啊。汪汪叫，我还汪汪先辈的汪汪叫。好笑吗？那换我考你好了。好。大象怎么叫啊？大象汪汪叫啦。哦，对，大象在汪汪叫呢。不，好，我换下一个。猪怎么叫？猪就。为什么猪是啊？因为你的脐带被割掉了。猪被割脐带了。我割你的脐带。对了，你还记得很久以前有很红的团体叫动力火车吗？哦，我知道啊，我超喜欢这个团体，那个动力火车真的是。我也超喜欢他，我们为了他改一个绰号好不好？好。我叫做新轨道，简称新轨。我叫旧的铁路轨道，简称旧轨。哎，旧轨。请。哎，你干嘛啦？请。怎么了？啊，你不是说旧轨？啊哈哈哈哈，好笑吗？啊！我是新鬼，我是旧鬼，就跟病鬼啊！